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 MC 静文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 FPX 战队的松松和小天。首先呢，我们请松松和小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FunPlus 的大爷。大家好，我是 FunPlus 的粉丝 Chris。请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挑战卡，然后请二位选手把挑战卡上写上你们的名字。二位有信心完成今天的挑战吗？有。没有。好的，就当你有。那我们写上名字就准备出发吧。我叫张志伟。今天我们录的和我以往是不一样的，我日常呢主要是跟这些职业的声音演员来打交道，但今天是两位选手，而且他们呢在游戏当中也是做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一定他们会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。为了荣耀而战。 OK， 那这个是没起床的见识，我们来个起了床的见识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你能不能睁开眼睛醒醒吧，醒一醒可以吗？好吧，你睡吧，不打扰你了。我的剑会告。这个句子是不是稍微有点长？一般来说不需要断句一下。我的剑会告诉你什么是正义。好好，不错不错。成为猎物的感觉怎么有点挑衅。成为猎物的感觉怎么样？再挑衅点。成为猎物的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如果是再轻挑一点，因为你也把他打败了嘛。来，成为猎物的感觉怎么样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瑞，是 FunPlus 艺术中心的负责主要游戏美术工作方面的人。今天我们在美颜社也给两位选手准备了一个有趣的小环节啊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拿这个笔在上面，就像在画布上一样画画。这头，这头。跟我差不多吧，我们不是一个风格的，我只能说。我是豪放派，他应该是保守派。我这个就是叛逆期，他那个是以黑化。下面这个环节就是要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度，然后他是你画我猜。三个字，蚂蚁上树。这已经很简单了。三个字。抱大腿。对了，反正好。知名的上单什么时候有？对，一句话。完美在哪？我咋一点头绪都没有？不是，这一位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脑淤血上单。脑淤血我知道是谁，一位一男人大神。男人大神。哇，好厉害。其实呢，我们的 FunPlus 在全球多个市场都有开展业务，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有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同事。Hello， 这是 FunPlus 战队的松松和小天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显熙，我来自韩国的。我叫阿德，我是也门的。我是牛力。安娜，安娜，跳舞的。安娜，收舞。我们今天所有的积分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小天是共积了4分，松松的话是3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第一个环节就跟脖子相关，就是请松松呢跟我们的按摩老师学两招来服务一下我们的小天，然后到小天说满意为止。
小天对我们的松松按摩师还满意吗？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太满意了。对手的话是公司里随机抽取一些同事嘛，反正希望 AD 对位的人，希望就是说能够承受住我疯狂的扑腾，笑笑着。如果我跟小天一对的话，我就让他两只蛙下就完事了。赛场上竞争，肯定是希望能把对面下路打爆。这场比赛的 FMVP 要么是我，或者是我的队友，肯定不会是你的。吹牛谁都会。我记得他上一次打这种比赛还是0-27。争取15分钟让你回去干活。我这边没闪。左边后期的，小点再打两波再。好的。祝贺去家互娱成立，邀请对 FunPlus 感兴趣的朋友关注 FunPlus Into F 招聘计划。FunPlus Into F